殿下看看，这是什么？还说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？你我一同长大，我能不知道吗？这回回家一趟，专程去寻的。殿下喜欢就好。听闻殿下喜欢顾及先生的话，家中正好有珍藏，殿下也看看。我这里也有，上好的红木做的梳子，我也为长公主殿下准备了金钗。还有我的，大家竟都备了东西，倒显得我小气了。等以后我再给你们寻些好的。 多谢殿下殿下。哎呀，这江二姑娘在旁边也不说话，难道是准备了什么特别的礼物？我什么都没有准备。不会吧，长公主殿下对江二姑娘这般优待，你竟然连礼物都没有准备？臣女有罪，还请殿下。不用说了，宁宁，我知道，我全都知道。殿下知道什么？ 没准备礼物又有什么关系？你在家里的难处，燕林都对我说过，我看你心神不宁的，一定是回去受委屈了吧？你误会了，我只是……我懂，我都懂。总之，你能来伴读，便已是我收到最好的礼物了。那，这些你喜欢的都可以拿去，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一定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 原来这就是宠臣的感觉。